乡亲，咱即马都用上热烈的掌声欢迎向某议员议长陈英英陈律师。不断的掌声来欢迎陈英英陈议长。我上敬爱的宜兰的父老乡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今日暗来这个所在，要甲大家报告两件代志。伫一礼拜前，马英九总统来罗东圣母病院拜访，所以媒体呢做真大的报道，主要是讲马总统要来拔庄啦，要来拔庄啦吼。啊，我伫遮今日要甲大家说明，我从学生时代就参加党外运动。我今日来罗东圣母病院工作，有两个理由。一个是这个意大利来的神父，外国人，伫这奉献一世人，让我真感动。我想讲台湾人嘛，都爱奉献这块土地。第二就是，我感觉宜兰是一个台湾人上骄傲的所在。对日本时代就有蒋渭水，战后有郭富城，有林义雄，有陈定南。安尼一直传落来，这个民主的传统，让我感觉到讲，宜兰是一个真值得奉献的所在，所以我才会来宜兰这个所在奉献。所以，我六十年来定居伫台湾这块土地顶冠，为着平反二二八，伫戒严的时期，二十三场的演讲，予顶部部队包围讲，无可能讲马英九来。就会当改变我。事实上，伊来也对头到尾无讲啊一句和选举有关系的代志。伊是讲伊咧关心我圣母病院，即摆要起一个老人的医疗大楼，要照顾咱宜兰的老大人。伊来表示关心，伊要表示关心，我袂使甲拒绝啦，我袂使甲拒绝。全台湾不管啥物人，若要关心咱的社会的老大人，我拢足欢迎的。所以今日伫即个所在。我进一步要讲，咱宜兰的医疗真欠缺一个医学中心。但是我看最近陈后彪和这个林建营在辩论这条代志，可能真侪选民无清楚。我伫这个所在甲大家做一个说明。即卖咱的私立宜兰医院是由国立阳明大学在经营，所以变作阳大附设医院。阳明大学是国立的医学院，是全台湾第二志愿的医科。当然，教育部足想要让阳大医院变作一个医学中心，但是咱宜兰还阁有一间足大间的病院，迄间病院伫我的隔壁，真歹心，一直去甲阻挡，无希望看到阳明大学附属医院变作医学中心，所以伊就去动员国民党。的军事立委李庆华、洪秀柱这的人，在立法院内底阻挡，上开始安怎阻挡？将土地退抚会的土地要移交予教育部时，一直讲叫教育部都摕钱甲退抚会买土地啦。教育部讲啊，这都平平国有财产，你都转过来就好啊。但是一直动东西五东。让这个病院无法度通起，最后定案讲都要转移予阳大医院，因阁开始去动预算。本来教育部编六十亿的预算，要予阳大医院做医学中心，结果国民党这个军事立委，把预算删到剩20亿，20亿无法度起一间医学中心啦，20亿要起一间圣母病院都无够啦，所以。即摆阳大干来当阁起一个400层的病院，这是国民党主动的。啊，林建荣迄阵在创啥？林建荣酸啦，走去骂啦，走去骂啦，因为因家己国民党的立委在台南宜兰县的有算呢，迄是教育部要钱，予咱地方起一间医学中心，咱欢迎都袂赴啊，结果安尼有算硬抬掉，你林建荣。若真正要替宜兰人争取医学中心，你都要叫遐国民党的立委唔通太有算嘛，对不对？
是安怎咱需要医疗中心？咱即摆三间大病院、宜兰病院、博爱病院、圣母病院，拢毋是医疗中心。咱宜兰人若当兵咧，都爱送台北；要做一个器官移植，都爱送台北。咱宜兰人出身上优秀的银行家，伫咱的大溪爬山，心肌梗塞倒落，送到宜兰病院急诊，无夜靠膜。都要叫台北英总送夜科膜来，根本都袂付救啊嘛！所以咱需要一个医疗中心，对无？花莲三十几万人都慈济医学中心啊，咱宜兰四十六万人，谁都袂使有医疗中心。所以绝对袂使阁选国民党的立委，对无？陈老伯好几面好无？八庄无路用啦，我敢若听上帝的话尔啦，我加替上帝做工，替宜兰人服务，啥物人来看我都无路用啦，我就是绿色的，正绿色的，对无？咱大家做伙打拼，台湾的前途伫咱的手里，咱争一票尔，但是一票就改变台湾的命运，对无？多谢大家继续打拼，多谢。感谢